你们平时刷到女演员喝养生茶还有泡脚，会觉得是作秀吗？真不是，我自己作为演员爱养生，包括我身边演艺圈的朋友们，个个都非常的爱养生，因为它确实能调整你，让你整个人的气色从里到外的提升几个度，身体素质也能提高。演员熬夜应酬啊是逃不掉，那有的时候喝完酒回家都熬到三四点钟了，大早上起来泡脚的我也是见过，那包括我自己也是平时熬夜呀，枸杞茶肯定是要喝的，护肝啊，暖胃，枸杞里面还有各种的维生素啊，胡萝卜素，对我们保护视力呢，补血也是非常有好处的。那像我现在呢，就每天早晚各吃一粒这个祛湿清，因为它里面呢有白术、防己、黄芪、薏仁等，是可以健脾啊祛湿的草本成分。其实你们呢也可以看看平时呢脸有没有出油多呀、口气重啊、排便不通畅之类的问题，那这些呢大多都是因为脾胃不好，湿气太重，还有像我之前动不动就水肿，减肥呢也特别慢，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。但是我现在呢经常早起拍戏，起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的水肿了，脸呢也干干净净的，身上呢也觉得有劲儿，精神也好多了。除了这些身体部位的养护以外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拥有一个好的睡眠，褪黑素啊、西洋参啊、阿胶粉啊，这些呢都可以调节睡眠的，这也是我经常吃的。那尤其是现在进入我们的秋冬了，咱们更要把身体的养护重视起来。但是呢你每天按摩泡脚可能坚持不下来，那就跟我一样从吃入手，因为毕竟吃是最简单的，但是一定要坚持。